虎扑11月11日讯，由于荷兰队长范戴克将长期伤缺，荷兰主帅德波尔透露，范戴克的利物浦队友维纳尔杜姆将担任荷兰队队长。德波尔说，范戴克不在当然很让人难过，这是非常重大的损失。范戴克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场上，还体现在他在团队里的作用。双引号。不过，一个国王走了，新的国王会来。维纳尔杜姆是真正的粘合剂。当时种族歧视事件被讨论时，维纳尔杜姆也肩负起了责任。双引号。